丹爺呢日出席愛回家嘅活動，同一班演員慶祝劇集衝破1000集。睇住佢哋表演，丹爺就諗翻你以前做籌款節目做嗰啲高難度表演項目。我自己知自己事啊，依家去唔得啦，依家即係雖然話好簡單，好容易，但係如果年紀有翻咁上下咧，都有啲危險性嘅，咁就嚇，因為條頸骨係好緊要嘅，一傷咗條頸骨咧就。好烦好烦噶吓！啱啱过咗嘅复活节假期，丹爷有冇带孙女小糯米出去玩啊？唉，依家呢个时候，边度都唔敢去啦。即系听政府忠告啊，就最好啊喺屋企。咁啊喺屋企，大家放假喺屋企，喺屋企玩啊，都几开心噶，都几好噶。啊，即系系咯，唔好周围乱咁走啦。希望将呢个疫症。做到零咁就好啦。至於阿仔劉海威，最近都停工，留喺屋企陪小糯米玩。延期啊，全部都延期噶啦。啊，即係啊，依家都唔知延到幾時啊，真係唔知道，所以都唔敢輕舉妄動啊。最緊要係大家健康啲最緊要啦，最緊要呢樣嘢。